好，我们已足法定人数啊，现在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记录。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第九届第五会期第七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7年四月三日星期二中午12时至12时21分，地点红楼201会议室，出席委员委员古拉斯尤达卡等17人，主席曾委员明忠。报告事项：一、宣读本会第九届第五会期第六次会议议事录。决定事项：一、审定本院第九届第五会期第七次会议议事日程。议程报告事项均照议程草案编列通过。各党团提议增列部分，共计349案照列。议程草案讨论事项院会通过者予以删除。议程讨论事项编列及顺序：一、民进党党团古拉斯尤达卡委员提案通过，共6案；二、请愿案件：一、职权行使法65条第二项规定者30案，函转权责机关处理经复并复之请愿人。宣读完毕。好，请问有无异议？没有异议，会议记录确定。请宣读议程草案报告事项及质询事项。对。立法院第九届第五会期第八次会议议事日程草案，时间中华民国107年四月十三日星期五、17日星期二上午9时至下午6时，地点本院议场。报告事项一：宣读本院第九届第五会期第七次会议议事录。二至三委员苏志芬等依据《水土保持法》《再生能源发展条例》交经济委员会审查。四委员许淑华等依据《职业灾害劳工保护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五至七委员徐有明等依据《公益彩券发行条例》交财政、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依司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八至一零委员李坤哲等依据《劳动基准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交交通委员会审查，《劳资争议处理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一一委员陈树月等依据《财政收支划分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一二委员蒋乃馨等依据《中华民国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一三委员吴玉琴等依据《医疗事故处理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一四委员林立产等依据《教育基本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一五委员余婉如等依据《中央银行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一六司法院、行政院函请审议《法院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一七行政院函请审议《科学工业园区设置管理条例》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一八至四八行政院不当展场处理委员会、经管会、经济部、卫福部、立法院秘书长等函送书面资料交相关委员会。四九至二九五国防部、工程会、交通部、财政部、经管会等函未预算案事项交相关委员会处理。二九六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函未于预算执行期间，请查照案。二九七至二九九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等函未行政命令于审查期限，请查照案。三零零至三零一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员提案延署情形，请查照案。三零二司法院函送本院委员提案延署情形，请查照案。三零三本院委员郭正亮、曾明忠当选第九届第五会期程序委员会召集委员。民进党党团提议增列：一、总统之提名江惠民为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总长，自请同意案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会审查。二至四委员赖瑞龙等依据《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消防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五委员何新春等依据《幼儿教育及照护法》交教育及文化、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六至一零委员陈廷飞等依据《儿童及少年未来教育与发展暂护条例》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幼儿教育及照护法》交教育及文化、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施行法》交外交及国防、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施行法》护照条例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一委员杨耀等依据渔业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一二至二零委员段宜康等依废止国史馆组织条例、国史馆台湾文献馆组织条例、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组织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依据兵役法施行法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经济两委员会审查。褒扬条例、中华民国总统府组织法、总统副总统文物管理条例、观察日戒处分执行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二一至二四委员罗志正等依据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二案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兵役法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中华民国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二五委员李立芬等依据高级中等以下教育阶段学生及教保服务机构幼儿保险条例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二六至二七委员何新春等依据《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
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28委员江永昌等凝聚产业创新条例交经济财政两委员会审查；29委员管碧玲等凝聚民事诉讼法施行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30委员罗志正等凝聚公教人员保险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31委员吴玉琴等凝聚水污染防治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32委员钟嘉宾等凝聚行政院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33-36委员蔡思应等凝聚公务人员考试法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考试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废止外交部领事事务局组织条例、外交部外交领事人员讲习所组织条例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外交及国防三委员会审查；37-39委员郭正亮等凝聚公司法三案交经济委员会审查；40-43委员游明律等凝聚政治现金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公务员服务法、刑事诉讼法二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40-47委员苏小慧等凝聚行政院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私立大专校院转型及退场条例、学产基金管理条例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低放射性废弃物最终处置设施厂址设置条例交教育及文化经济两委员会审查；48委员蔡培慧等凝聚社区大学发展条例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49委员吴世耀等凝聚政府采购法交交通委员会审查；50-51委员叶宜津等凝聚铁路法、船舶登记法交交通委员会审查；52-53委员张廖万千等凝聚法院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政府采购法交交通委员会审查；54-58行政院函请审议传播法含路标示条例交交通委员会审查；文化内容策进院设置条例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59司法院行政院函请审议刑事诉讼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60-334国安局、经济部、教育部、内政部、中选会、退伍会、海巡署、陆委会、交通部、外交部、司法院、公平会、农委会、国防部、审计部、卫福部、财政部、原民会、通传会、文化部、科技部、中研院、环保署、法务部、金管会等函为预算案事项交相关委员会处理。国民党党团提议增列335委员王玉明等凝聚公寓大厦管理条例交内政委员会审查；336-343委员黄昭顺等凝聚公立学校教职员退休之前抚恤条例六案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公务人员退休之前抚恤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劳工保险条例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344-345委员蒋乃馨等凝聚科学技术基本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公立学校教职员退休之前抚恤条例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346委员李彦秀等凝聚老人福利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347-38委员柯志恩等凝聚行政程序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强迫入学条例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349-350委员陈一鸣等凝聚全民健康保险法、传染病防治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351-352委员严宽恒等凝聚律师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农业发展条例交经济委员会审查；353-354委员蒋乃馨等凝聚电子游戏产业管理条例交经济委员会审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交交通委员会审查；355委员卢秀燕等凝聚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交交通委员会审查；356国民党党团凝聚空气污染防治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357委员李彦秀等凝聚儿童及少年未来教育与发展账户条例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358-361委员许益仁等凝聚公司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数位通讯传播法交交通委员会审查；大量解雇劳工保护法、心理师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362委员廖国栋等凝聚原住民身份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363委员柯志恩等凝聚私立大专校院转型及退场条例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增列364委员林昌佐等凝聚政治档案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365-366时代力量党团凝聚刑事诉讼法、国家机密保护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367委员徐永明等凝聚老人福利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亲民党党团提议增列368军警消生活安定基金设置条例交内政、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审查；执行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乙本院委员质询部分宣读完毕。好，报告事项、执行事项通过。另外，刚才审定增列报告事项部分，如果与今天上午院会通过的报告事项有重复列案者，授权议事处删除。请宣读议程草案讨论事项。讨论事项一：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案；二、
都市危险及老旧建筑物加速重建条例增订案；三、土地征收条例等修正案等案；四、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修正案等案；五、海关弃尸条例修正案等案；六、关税法修正案。宣读完毕。好，我们依序发言啊。第一位，请古拉斯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同仁，针对第九届第五会期第八次会议讨论事项，拟请列案顺序如下表，总共有12案，请议事处代为宣读，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本院民进党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五会期第八次会议讨论事项，拟请列案顺序如下表：一、中华民国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及中计表营业及非营部分审查总报告；二、国际刑事司法互助法草案案；三、都市危险及老旧建筑加速重建条例增订条文案；四、土地征收条例修正案等案；五、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修正案等案；六、海关弃尸条例修正案等案；七、关税法修正案；八、法医师法修正案；九、中华民国刑法修正案；十、通讯保障及监察法修正案；十一、法务部组织法修正案；十二、法院组织法增订条文案。宣读完毕。好，请第二位蒋万安委员发言。好，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次会议建议增列讨论事项共9案，顺序授权议事处排列，然后请议事人员代为宣读，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第八次会议建议增列讨论事项共9案，顺序授权议事处排列。一、本院国民党党团建请院会做成决议，要求深爱劳民电厂之相关环评应退回重新审查，并于一个月内邀请赖清德院长率相关首长向立法院提出专案报告。二、本院国民党党团要求行政院长就大陆会台31项措施提出具体因应办法，并率大陆委员会主委及相关部会首长尽数至立法院院会做专案报告。三、本院国民党党团要求未与年改团体充分沟通并未获共识前，行政院应于本会期暂缓实施军人年轻改革，确保军人退休权益。四、本院委员林德福等35人提案建请蔡英文总统依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第四条，立即赴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提出完整年金精算改革精算报告，在减少社会冲突对立、秉持信赖保护与不溯及既往原则下，如何保证各职业年金不破产。五、本院国民党党团建请院会做成决议，依据公民投票法第16条之规定，提出你是否同意政府开放日本福岛311核灾相关地区，包括福岛与周遭四县市等地区农产品及食品进口之公投提案，交付全民公投。六、本院国民党党团建请本院决议，在核灾食品检验把关问题未获有效解决，民众无法对核灾食品检验放心前，不应贸然解禁，仍应维持现行禁止福岛临近五县市食品输台之限制，以落实捍卫国人健康并维护我国格。七、本院国民党党团提案要求外交部应立即召回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谢长代表谢长廷以示抗议，并要求行政院长赖清德率外交部长及驻日代表海巡署长赴本院进行政府如何确保国籍渔船与我经济海域重叠区作业安全专案报告。八、本院国民党党团建请院会做成决议，要求外交部应向菲律宾政府表达严正抗议，并采取强烈外交手段维护我国际尊严。国防部及海巡署因部件在渔民舰上作业之海域遇海上冲突，应采强硬措施以确保渔民权利。九、本院国民党党团要建请院会做成决议，邀请行政院长赖清德赴立法院，针对如何振兴观光产业方案提出专案报，以重振我国观光产业。宣读完毕。好，接下来第三位，请高路委员发言。
主席、各位同仁午安。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五会期第八次程序委员会建请增列讨论事项共九案，内容如下，请议事人员代为宣读，谢谢。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五会及第八次程序委员会建请增列讨论事项共九案，内容如下：一、集会游行法修正案等案；二、本院时代力量党团建请院会做成决议，于本会期结束前由院长筹组修宪文会，针对各委员提出宪法修宪案、修宪程序及议程制定等进行实质讨论及审查；三、民法修正案等案；四、民法修正案；五、民法亲属编增订条文案；六、家事事件法修正案；七、私立学校法修正案等案；八、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提案要求，由行政院院长率领相关阁员，针对核二厂二号机跳电事件之事发原因、就责名单与后续安全措施进行专案报告，非经院会同意，核二厂二号机不得重启；九、本院时代力量党团建请院会做成决议，于行政院提出包括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与宜兰县等县市在内将受深澳燃煤电厂影响地区之风险健康风险评估与深澳燃煤电厂之环境影响评估，并送立法院进行专案报告前，不得进行开发。宣读完毕。好，讨论事项已发言完毕啊，现在进行处理。我们先提案先处理啊，请问对古拉斯委员提议有无异议？没有异议啊。有异议，现在进行表决。表决就不要定就好了。哎呀，还是要讲嘛，程序就是这样啊。我们今年在场人数17人哈。好，我们赞成者请举手。10位啊。那反对者请举手。5位，啊，表决结果，赞成者10人，反对者5人，弃权2人，啊，那讨论事项照古拉斯委员提议修正通过，啊，那本次会议讨论事项总数内容及顺序已经确定了，那其他提案就不再处理，啊。然后刚才审定的议程讨论事项所列个案，如于今天下午院会处理完毕或完成三读者，或审查报告未送达本会者，授权议事处禁予删除。好，请宣读人民请愿案。人民请愿一函送本院相关委员会审查者2案，二依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65条第2项规定，函转权责机关处理，尽负责9案，宣读完毕。好，有异议？没有异议就通过。有没有临时动议？没有啊。我们就散会。无啦，袂甲你做表啦，我袂甲你害啦。一段好，你看一遍啦。对啦。对了，会重复嘛？对了，只是程序了，哎，程序。程序。谢谢。哦。日期。哦，有人写国字啊。谢谢。我在那里说很重要的事情。我在那里说很重要的事情。